相柳难度更高。你想活，就为我所用吧。他很会说嘛，很会撩嘛，他就会很容易就会变得有点油腻。我九个头啊，九个头，一个头两只眼睛，十八只眼睛。白桃星放送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剑刺，我在《长相思》里面饰演的是相柳和防风被。善良、真诚，有亲和力。相柳是我演过头最多的角色，作为潜水的一个，头发最白的一个。对，然后防风被是我演过最会说的角色，最会射箭的一个，最放荡不羁的角色。相柳难度更高，但是相柳的难度跟防风被的难度也不太一样。对，相柳的难度在于他的这种冰冷的外表，他又经历了很多事情，然后在他心里面其实是有很强的情感表达的，但他必须要戴上一个冰冷的面具。那防风被其实难度在于他很会说嘛，很会撩嘛，所以他就会很容易就会变得有点油腻，所以都是需要控制吧。在饰演防风被的时候，实际上还是要体现出某些时候要跟相柳的一个切换，就是感觉防风被难度也很高。是因为防风被偶尔还是要让他有点神似相柳的状态出现，防风被和相柳同时在一个人身上的感觉，很清冷。相柳最后定的这个妆造其实也是剧组的造型师，然后包括导演、制片人，包括我在内，我们一起反反复复的去讨论，去调整出来的。细节到就是这个头发应该是怎么这么走向啊，还是这么走向，这里是多一条多一撮头发，还是那里多一撮头发，那里少一撮头发，其实都有。但能看出来就是大家对于相柳的这个妆造是非常非常用心的。我继续努力，争取说出更多更好更容易留在观众心里的台词啊。可以还原一句相柳的原台词吗？你想活，就为我所用吧。是，我觉得确实是因为前期啊，他确实也有他的这个难处啊，他毕竟是陈荣军的军师，他得对陈荣军负责，他得对他的那仅剩的那么一点兵负责，万一真的进了细作是吧，将会对他们整个军队造成极大的威胁，那他作为领头的军师，他必须要担当起这个责任啊，他必须要去严格拷问啊，这个我是能理解的。所以我觉得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难处，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。我想要一只毛球，我能骑着它带我飞啊。自由是吗？天秤座的自由。对，我还是比较倡导爱要勇敢表达吧，毕竟人这辈子也不长是吧，遇到喜欢的人就赶紧说，比如说大家要是喜欢我就赶紧告诉我啊。我一开始是会完全以局外人的心态去看的，就像在看小说一样，就像在看电影一样。慢慢的，然后当去饰演他的时候，更多的是要把自己带入到相柳的这个角色里面，然后去跟他共情。就是我觉得相柳对小夭做了很多浪漫，比如说带他去海上看看明月，他告诉他只要天地间还有这样的景色就很可贵，生命就很可贵。然后比如说他在海底带着小夭去看鲛人，虽然小夭那时候已经是他不知道小夭是有意识的，当时是一个昏迷的状态嘛，但是他还是会带着一个昏迷的人去看这样那样的景色，这些我都觉得很打动我。对，我也算吧，算还可以吧。我觉得最浪漫的事情是，比如说像我的粉丝朋友啊，他们会给我写信，然后我会看，我觉得那样的事情对我来说就很浪漫。其实大家知道我不会收礼物的嘛，在公众场合收粉丝朋友的礼物，也不会收什么花啊什么的，但是呢，比如说我们每一次线下的见面，其实大家都会有给我
集体的送一束花，就一束不多，每次那束花我都会留起来，然后拍照留念什么的。我觉得这些都是点点滴滴的小事情啊，这些小事情其实都是人间烟火的浪漫，我觉得。嗯，反正去年大家该考的该扒的也都差不多了，今年我也就无所畏惧了，考去吧。大家愿意考古，愿意去看我的过往，我也挺开心的，没有什么不可以的。对，已经适应了现在。但你不能每年都考吧，考每年考一回，这没有未来了，这感觉。这还是出道年头早啊。昨天播出的那一期就是相柳刚开始用自己的心头血来喂小妖嘛，其实很感人的一个画面。我也是跟大家一起看的，我也是第一次看到那个血出来的样子，然后结果一看弹幕，大家都说那个像水龙头，然后就好好笑。我先点评这张吧，我觉得这张真的是画得很好，可以把它出成版画挂起来的那种。因为他每一个头的表情都不一样，每一个头都有他的一个人物性格，这个是很古灵精怪的，然后这个又是有点忧郁的，这个是有点好奇心过剩的，啊，这个是有点不高兴的，这个是呆的，这个是有点傻的木的，这个是有点坏的，这个是感觉好像这个是有点特异功能的。这个的话呢，我觉得就第一个我没懂，一个圈哦，他画的是半张脸，所以他看到我是有情感状态的啊。他这个上面三个有情感状态，这个你看，这个也有情感状态，这个是在犯花痴的，这个头是个恋爱脑啊，这也是恋爱脑，这不是啊，这一直在疼的啊，这个人也不错。现在这几个头是这样的啊，先说第一个，这是一个非常善良的一个头啊，他永远都是笑呵呵的看着别人，然后像一个大家长一样，像一个很有母爱的一个头啊，照顾着剩余的几个头啊。然后这个头呢就是比较凶，可能大家看到的相柳很凶的一面都出自于这个头的蛊惑啊。然后这个头呢是个比较 emo 的，这个头是非常悲剧色彩，每天都很不高兴，很难过。那这个头呢是个很八卦的头，他老想八卦这个头为什么难过，他每次想你今天又怎么，你又失恋了，哎，今天怎么了，小妖又不理你了，他是个八卦头。那这个头呢，他是个女性头啊，唯一的一个女孩子啊。那这是一个老头啊，因为他活了很多年了嘛，他的辈分是最大的啊，非常老了，快不行了。那这个头呢是一个打仗头，他的眼睛受伤了，他就是老出去打仗，是一个将军头啊。那这个是一个馋头，他就是特别喜欢吃东西，喜欢喝血，喜欢吃这个吃那个，所以这个馋头，所以他也比较胖啊。嗯，对，大概是这样。嗯，吃点螺蛳粉什么的啊。那第一个是这吗？红的，这是蓝的，没了。哦，扣子不一样，这个扣子不一样。对的，正确。哦，这不一样。哦，花盆。我九个头啊，九个头，一个头两只眼睛，18只眼睛。红尘旧曲一出出，是帘幕是自苦，柔情深许一声声，是监狱是禁锢，心若浮屠一幕幕，是来路是归途，命似血雾，一步步是结束。希望每一个星座都可以被其余的11个星座爱。